水土里泡着，还得搁碾子先碾压一下，搁水土里泡着，碾压的时候是不是在忍辱啊？在水土里泡着是不是叫腹中啊？忍辱腹中，紧接着咋的了？长出来了。长出来的时候，那个小苗长出来的时候，啥颜色的？绿色。绿色是人类对人类最健康的颜色，给咱保健。管咱要钱了吗？没有。啊，默默无闻，他在这儿无私奉献，看看啊，紧接着露出绿色的时候又咋的了？他呼出来了人类最需要的氧气。管咱像咱们有病有点毛病上医院吸氧还要钱，他管咱要了吗？没要，无私奉献啊！紧接着还有啥？呼进来的氧，呼进来的是人类的吐出来的垃圾，二氧化碳。管咱们收垃圾清运费了吗？没有，还是无私奉献。哎呀妈呀，这下才知道，原来谁说谁是无私奉献，我们觉得他有多么了不起呢？我原来也觉得我了不起啊，无私奉献呢，有啥了不起的？人这些天天这么干，人都没说，咱还在那表扬自己呢，不惭愧吗？所以说这回才知道吧，无私奉献是万物本来具足的精神。人能做到无私奉献是啥？回归了自然万物的精神，绝不是人类的高尚。那么人要如果不回归这种精神，那可是人的低劣。想一想，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用什么心去带动自然万物，用无私奉献的心。哎，用无私奉献这个心，什么去奉献给自然万物？看看，看看，如果我们时刻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不就叫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什么境界？佛菩萨的境界。这就叫回归了自然啊！感觉一下吧，剖析一下吧，有没有我？有没有真的我？咱们眼巴巴的，这个叫王红旗，那个叫李林才，哎呀，那个叫丛老师，那个叫魏老师，谁呀？都是万物的载体，只是为了区分你，给你起个小名，如此而已。看看，咱们天天执着名啊，执着利呀、啊，谁的呀？啊，看看我是谁？我是
生命源于自然万物的组合，没有真的我存在，是吧？我是谁？我是生于自然万物，我是自然万物的载体，我是万物之灵。我来干什么来的？我要感恩自然万物，我要带度自然万物，我要无私的奉献给自然万物，是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种境界是啥啊？不是无私奉献给自然万物这种精神吗？雷锋为啥伟大？不就是因为他具足了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吗？我们说现在习近平主席非常的了不起，了不起在哪？看看习近平主席咋说的。当上总书记，开完十八大，第一次接见记者的时候咋说的话？有这样一句话吧：领导干部任职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们的领袖习近平主席不就是一个具足了雷锋精神无私奉献的领袖吗？对不对？看看，所以说我们最后要往哪里去？时刻保持着回归自然这种心态，你就和谁在一起了？与阿弥陀佛同在。多好玩儿！看看，这回有我吗？没有了吧？哎，我可有我，一会儿走了把存折都留给我哈。哎，这太重要了，擦吧。啊，这叫啥？这个过程，哎，擦那边，哎，这个过程叫啥？这个过程叫啥？哎，整个这块擦掉，是吧？整个这个过程叫啥？嘿嘿，这一下就明白了，告诉你哦，看看，我们的生命源于自然，生于自然，有我吗？没有。没有我，没有我就不执着我了呗，有我就是着我的相呗，没有我就是破了我的相吗？人人都如此啊，有人吗？人相不又破了吗？啊，众生都如此啊，这不把众生相又给破了吗？啊，看看，破了我相，无我，无人，无众生，还有个啥？我受着阿弥陀佛的相，是真的是假的？相是假的，阿弥陀佛的精神是真的。同样的也如此，阿弥陀佛的精神也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会儿我还要讲，是不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破了我相，破了人相，破了众生相，破了受者相。啊，
看看，人要是没有我执的时候，没有人执的时候，没有众生，没有受者的时候，你把这些相都看破了的时候，您能发出一颗什么心来啊？阿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啥心？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时发出的那颗至善之心，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看看弥陀经里咋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临终前或以一念、或五念、或十念，即可往生彼国。这回知道了吧？我刚才教了啥？啊？我刚才不是间接的讲了阿弥陀经吗？不让我们把这四相都破了吗？这四相破的时候发出的那颗至善之心，不就叫善男子善女人发出的那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吗？你具足了这种精神和境界，你和阿弥陀佛随时不都可以交流吗？啊，到时候了，该走了，你不要以为是阿弥陀佛拿个莲花，像阿弥陀佛这像拿个莲花来接你走，你坐上就走了，错了啊！因为你发出这颗心的时候，您的足下，因为你本来就具足着阿弥陀佛的基因，阿弥陀佛的莲花莲子就在你体内呢。你啥时候做到这些，啥时候这颗莲子就要生根开花结果呀，是不是啊？不要错误的理解，为啥阿弥陀佛连莲花了你坐上他就走了，坐不走的哦。你要是那样他也来不了，是啥？是你自然而然的开发了这颗心。你为什么能开发这颗心？讲到这儿来，你本来是谁的传人？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谁？他们不是圣贤吗？啊？那在佛陀里、佛教里把他叫啥？他们不就叫佛吗？不就叫菩萨吗？是不是？看看。所以说我们是圣贤的传人，我们同样也是佛菩萨的传人，这没毛病，你怎么说都不要紧，是不是？看看我们除了是他们的传人，我们还是谁的传人？我们还是善人的传人呢。
我们还是恶人的传人呢。啊，看看，在我们的心性里有啥呀？不有三性吗？天性、秉性和习性吗？这回就找到答案了吧？天性的表现形式是啥？在这儿呢。秉性的表现形式是啥？在这儿呢。习性的表现形式是啥？在这儿呢。止恶扬善呢。你看这些理念通通都是连着的，你咋讲都行，是不是？看看，所以我们的身心世界存着谁？存着佛菩萨、圣贤、善人、恶人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基因，他们的文件都在咱这里存着呢，把那边擦了，是吧？都在这里存着呢。我们看，现在的技术可以解读今天的这个话题。现在我们电脑不有硬盘吗？硬盘里储藏，比如说200个文件，你是不是想调哪个出来，哪个就出来？这个出来了，那个就不出来。我们的身心世界何尝不是储藏圣人、贤人、善人、恶人的信息文件的硬盘呢？啊，要不说人都是神圣的呢？谁都如此啊？为啥说佛陀讲众生平等啊？是不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之德能啊？这不全能解读吗？哎，我们看，我们要学道德经，谁的信息得到开发了？在我们体内的老子的信息得到开发了。你像我们的孩子能把道德经一个字不差的背下来，他为啥一个字不差呢？因为本来就具有的，本来就具有的，我们的血脉里就存着他的信息和文件呢。按照道德经的要求，你做真了，你是谁？您就是现代版的老子。我们去背《论语》，在我们体内，谁的信息被开发出来了？孔子。当你把《论语》做真了的时候，你是谁了？现代版的孔子，是不是？你读圣经，圣经的主题，圣经的核心四个字：感恩、博爱。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五伦做真了，按照感恩和博爱做真了的时候，你不就在开发着他的信息吗？你是谁了？您就是当代的耶稣，神的化身。同样的，以这种方式，你去念阿弥陀佛，谁出来了？在你体内的信息文件谁出来了？阿弥陀佛的48大愿出来了。你按照这个48大愿去做真的时候，你是谁了？您就是阿弥陀佛了。48大愿的核心是啥？就像圣经的核心是感恩和博爱，那么48大愿的核心是啥呢？
天天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啥意思呢？今天咱来解读它，是不是啊？看看四十八大愿是啥，阿弥陀佛究竟是啥意思。看写一段话，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金刚经》里的话，啊，佛陀说的，是吧？咱们来解读一下子。贤圣，贤指菩萨的境界，是吧？圣指的是佛的境界。这个无啊，指的是啥？指的是忘了自己。叫无，没有私心了。这个为是啥呀？为是奉献，哎，是奉献。差别是啥？这回结合上午明白了吧？差别就是指的我们在五轮中扮演的各个角色。这一说全明白了。如果我要是直接这么说，那整糊涂了，是不是？五轮中扮演的各个角色就叫差别。哎，看一看这段话咋解释？哈，看着哦。在五轮各个角色中，各个角色中，是吧？一切忘掉自己奉献给他人的人，都是佛菩萨。看看，要我为啥说五轮做好了，这些就没有问题了呢？理论基础在哪儿？在这儿呢。那么一切佛菩萨，一切佛菩萨，包不包括阿弥陀佛呢？包括吧。一切佛菩萨都是靠无为法来修成的。看看，那么一切佛菩萨都是忘我奉献的啊，无为法。看看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核心也是无为法，这没毛病吧？哎，那这个无是啥呀？无是把自己忘了，忘我呀，忘我在五轮中去做事。那么您用的那颗心对对方叫不叫全心全意呀？啊？奉献是啥呀？为人民服务啊！啊，所以无为法的核心是忘我奉献。那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的核心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共产党为什么伟大？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皇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他的纲领如此之伟大。看看，所以说，我们的经典文化和我们党的章程是一体的。给我们的党鼓鼓掌吗？这回知道了吧，咋去念阿弥陀佛，时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为虚空法界众生去奉献一切，您就是实践着坐着阿弥陀佛，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停留在啥上面？停留在这个上面，啥？叫礼佛、拜佛，是吧？拜佛，还有啥？念佛。如果在五轮当中，您做不到这一点，无为法，您就把功夫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了，知道这叫啥吗？这叫天天和阿弥陀佛搞军事演习呀、啊。知道这叫啥吗？你天天逗阿弥陀佛玩呢。多要命啊，多要命啊，现在逗阿弥陀佛玩的太多了。应该干啥？应该在五轮当中要按照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要求去做，干什么？忘我奉献，那就是去做佛。哎呀，现在这一点太难做到了，只有做了才能成佛呀。可现在很多人是啥呀？85%以上的人搞迷信，是吧？天天逗阿弥陀佛玩，我要上你那去了啊，你来接我了，阿弥陀佛在那等着呢，还没信号啊，是不是？为啥没信号？阿弥陀佛是全心全意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你可大好，给自己包上了，我得成，我不管别人成不成，这回知道了吧？要天天去做。这个劲儿得会使啊，咋会使？要用天天让自己成的那个劲儿，让谁成？天天让五轮里头你所接触到的那些对象，让他去成。他成不成那是他的造化，但最终你一定成了。为啥？你种了阿弥陀佛的因，你就接他的果。这多重要啊，太重要了。你像咱们这念佛堂，是吧？这是我们烟台，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非常神圣的地方。你想想，你说你天天是礼佛重要、拜佛重要、念佛重要，还是去用别人不去干的这件事儿，不去打扫的厕所，不去干的活，你去干的？比如说
别人在那念佛呢，你一看别人在那念佛不干活，你生气了，完了，你上他的当了。他在干啥呢？他这个活留给你干呢，你生气了。你做佛，他在那演习呢。你看看，他把机会给你了，你不应该乐乐呵呵去干吗？是不是？哎，他就在那念，有活他也不干，那就叫啥？练嘴皮子功夫。他给你当一个反面的老师，哦，他给你当啥老师？你一看他，你就想到了，指定修不成了。为啥？军事演习呢？他把成的希望给谁了？给我了。为啥？他做了我一个反面的老师。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不恨他了？你是不是去爱他了？啊！当你做真了的时候，你又把他给感召回来了，这不就叫功德无量吗？嗯，他的变化不再给你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给你增添路费呢吗？想一想，这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接待这个江苏代表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吗？修行人讲究的是面壁成佛，啥意思？内观自己吗？观自己的毛病吗？干啥？天天看佛菩萨有什么好处吗？学来吗？这叫面壁成佛。还说了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的人去念阿弥陀佛那样，我们去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说这共产党员每一天都能去念，时时处处都能去念，谁呀？这不都是亲人吗？啊，时时处处把人民都当成了亲人，我要为亲人去服务。你想想，所以这个习近平主席说，要像念佛那样，念阿弥陀佛那样，我们去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看看习主席的这种境界，哎呀，我一听啊，我老高兴了。为啥呀？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有了一位佛菩萨级别的人当领袖了。看看多重要，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迷信在这个事儿上，阿弥陀佛上，我们一定要按照阿弥陀佛的要求去做，做的这个事儿阿弥陀佛高兴，他高兴咋的了？你和他的心不就是相通的吗？那个手机信号不就能连上吗？是不是啊？一个道理，只有做了才成，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哎，擦了他，那边擦了，是吧？那么我们如果不学圣贤文化呢？啊，
么存在我们体内的基因和文件？什么样的基因和文件会被打开呢？恶人的。看看，你不开发天性，习性就要变得更牢固，更可怕，更顽固。看，这就好比啥？咱们不讲福田吗？不讲福田吗？啊，我们的修为的心不就像这片地吗？啊，如果这片地你不伺候它，扔在那儿，啥玩意往出长？草啊！哎，所以说修行干啥？哎，不就是拔草吗？好玩吗？修行干啥？不就是把自己菩提的种子种下去吗？啊，你不种菩提的种子，草就长出来了。人要不学圣贤，自然就是坏蛋一个呀，往哪儿跑？是不是？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晰，要明白，是吧？那么这个草怎么拔呢？怎么来拔这个草呢？这个草就是啥？就是原来我们做的一些错事儿，错事儿。这个需要啥？啊？拔草，拔草需要啥？不是割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割草，知道不？你割完它有根儿啊，它还出来呀、啊，得拔草。哦，拔草对于我们来说叫啥？就是忏悔。忏悔，哎，我们经常会说一份真诚得一份利益，这句话对不对呢？咱先别说它对不对，那咱们就引申一下子，那就好比一粒玉米种子，打比方说一粒玉米种子春天种下去，到秋天，到秋天长出一穗来，是不是啊？如果这一穗只接一粒儿，你还种不种它呢？所以说，一份真诚得一份利益，这句话需要修正。一穗是多少？千百粒，那就是一份真诚真的有了，因为老天有好生之德，是不是啊？一份真诚得千分利益，这才对。哎，那么我们做了一件善事儿，是吧？老天要给咱的回报是千百次好事儿。这叫干啥？这叫对我们的奖赏，奖赏。我们再看，
同样的要做一件错事儿呢？可怕了，一件坏事儿。同样的，老天也要千百次的警告我们，这叫罚我们。看看，这才叫公平。这叫啥？这叫啥？天是公平的，做好了事儿奖你啊，做不好了事儿警告你啊，罚你啊。你说咱要做一件坏事儿，要是千百次挨罚，受得了吗？受得了吗？啊，看，这一粒种子种下去，到秋天结出一穗来，千百粒果实，这穗种子怎么能不结穗呢？那就是到秋天之前，给它连根拔掉，是不是就不结了？嘿嘿，今天告诉你一招，你现在干的坏事儿，原来干的错事儿，你现在真诚的报应还没到呢，真诚的忏悔，就等于把这个千百次的惩罚给免了。这一般人我能告诉他吗？为啥呀？亲人呢？啊，不能光我修成了不行啊，是不是？我们都得往成了整啊，何况现在我还得需要你们更多的帮助呢。没有你们，今天我给谁讲课呀？嗯、啊，讲课的过程。你们让我温故而知新，特别是今天讲课，我讲的五轮在哪儿都没这么讲过，你想想，是不是？你们不来自于方方面面吗？克服了很多困难来的吗？干啥来的？你们觉得你们是来听我课的，其实我觉得是啥？你们克服了很多困难，让我来讲一次课。就我而言，你们不又再一次的挽救着我吗？所以我不累呀。上午讲一上午了，累了吗？下午讲到现在了，累了吗？这叫无怨，无怨就无悔。因为你没有怨，你就没有悔恨。在今天我还告诉你个秘密，你就像我天天出来讲课，晚上坐飞机，白天讲，几乎每天都在讲，为啥还这么精神呢？告诉你哦，叫我讲课的时候无怨，你对我好我也这样，你对我不好也这样，我就这样，咋的？自然就对身心就无悔，嘿嘿，无怨无悔。说白了叫啥？有怨就把自己给毁了，这个毁呀、啊，毁掉的毁呀、啊。哎，说今天留个作业哦，留啥作业？凡是自己过去做的错事儿，跪在地板上，回家跪在地板上，向天地神佛真诚的忏悔。真了就一次就行了，啊！如果假了，多少次都不管用。
是不是？这样啥？这样我们就没有障碍了。人为什么说是我那念咋那么多呢？我要越是在那想打坐，越是想念佛，越是那么多念呢。你那么多得罪的那么多众生都在这等着你度他呢，你跑了他咋办？哎，想一想，所以必须抖落镜了啊、哦，给抖落镜了。千万记住，修行的第一步就是忏悔，就是忏悔。忏悔叫啥？回归人伦，回归人性。别的你不用寻思，寻思多了没用，是吧？说在这点上，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吧？这个道理，擦了他们。那还有很多人说了，说王老师，你看那个做好事的也没啥好报啊，做坏事的也没啥恶报啊。嘿，我们都会说时候不到。其实，今天咱就来看，因为一切都是天来找平衡吗？谁也跑不了吗？看看这个天平是咋来的，是吧？老天永远会去找这个平衡啊！你做的好事奖励你，做的不好事罚你。哎，别吵，罚你，是吧？看看，老天永远去掌握这个平衡，那咱就画个天平吧。啊，两个盘儿，一个杠杆儿，这是杠杆的支点。看，这是我们为人民造的福，这是我们做了错事儿招的祸。啊，没学传统文化是吧？好坏事都做，学了传统文化咋的了？做好事了，不做坏事了，叫断恶修善了。这个时候啥、啊？这是幸福的源泉，这是苦难的根源。看，苦难的根源，做好事了，不做坏事了。看，往这边做好事加了一个砝码，是吧？没做坏事，坏事祸还是这些，必须得平的。老天掌握这平衡，时刻掌握这个平衡，咋能平？咋能平？做好事了，这边加个砝码，这边没动啊，这是一个杠杆，这是一个支点，这个人呢，咋能平？啊，这个支点不得往这边挪吗？这个人不得往这边走吗？再做一次，再走一次，再做一次，再走一次。说人做点好事就着急，是吧？我这总念阿弥陀佛，总干阿弥陀佛的事儿，这阿弥陀佛咋看不着他呢？嘿嘿，这幸福咋没来呢？没来吗？原来你距离这个祸多远啊？距离这苦海地狱多远？现在你距离他多远？积福之人，福虽未到，祸已远离。
个时候的你虽然福没到，但是离祸远了。这个时候不就叫平安了吗？平安不就是幸福吗？可是我们意识不到啊，很惭愧，原来我也意识不到。我啥时候意识到的？要我为啥能把这个讲明白了？我是走过来的人。我啥时候意识到了平安的幸福呢？我在2005年到吉林市聋哑学校去讲课。哎，他是200-300个聋哑学生，初中和高中孩子。我在那讲课，老师在那翻译，打着手势，各种手势翻译。这个时候我还没觉得什么，孩子听得也很好，是吧？感觉也不错。下了台，我跟这些孩子一一握手的时候，孩子啊，聋哑人都有劲的，使劲握你的手，握的都直疼，但是连谢谢俩字都说不出来。很多孩子连单音都没有，憋得脸通红出不来。个别孩子能发出单音来，啥？那个声音是这样的，就这个声，就那一瞬间，我找到平安的幸福了。我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神，感谢佛，感谢老祖宗，感谢阿弥陀佛，我会说话呀。各位亲人们，啥时候咱意识到了咱会说话是幸福呢？没有认识到妥了，这个嘴哇啦哇啦总说，造啥了？造口业，造得太大劲儿了，再轮回去往哪儿去了？下一世的哑巴就不是别人了，多可怕！所以说哑巴是干什么呢？聋哑人是在给我们当老师的，当戒师的，告诉咱们那个嘴没用的别说啊。是不是？看看那天回去了，我就给自己写上了，在日记上写上了四个字，叫无道不语，不是道上的话不去说。这个我们的圣贤文化对于我们也有这个警告啊。我们都知道佛经咋说的，叫善护口业，不记他过，是吧？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这佛教本来就是教育，本来就是至高无上的教育，结果我们都给整迷了。
都给整成宗教那个形式去了，要命不？你看看，说的多好，让你管住自己的口，管住自己的身，管住自己的心。你看看，啊，佛陀对咱众生多么慈悲呀！同一个年代，看看同一个年代和释迦牟尼佛，老夫子是咋说的？啊？老夫子是咋说的？圆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物。你看看，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吗？这不叫圣贤所见略同吗？啊，多么好的教导，多么好的境界。不是圣贤没说明白呀，不是佛菩萨没说明白呀，是啥呀？咱们着相了，迷了，是不是？看看，所以说，记住了，幸福，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感觉，比较出来的感觉。看看，我在监狱讲过课。监狱，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岳阳监狱讲完课的时候，这些犯人齐整齐的起来，使劲的拍自己的手啊，鼓掌啊，就是欢送我。当我走到大门那的时候，我还回头望一望，你看看这些犯人多么羡慕我呀。为啥呀？我能回家呀，他回不去呀。就他而言，此时此刻的一生的此时此刻的最大愿望是回家呀。什么时候在座的我们意识到了回家是如此的幸福呢？当你如果能用那种心态比较回家的感觉的时候，你回家还能打仗了吗？还能骂人了吗？还能给公公婆婆气受了吗？你不会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啥？平安的幸福绝对是来之不易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你看，比较吧，面对聋哑人，我们会说话，能听到大千世界的声音，这是幸福。面对犯人，我们拥有自由，能回家，这是幸福。面对死了的人，我们还活着喘气儿，这是幸福。面对有病的人，我们还健康，这是幸福，是不是？面对盲人，我们还能看到大千世界，这不是幸福吗？想一想，我们的幸福太多了。结果咋的？结果咋的？意识不到。为啥意识不到？就这张纸儿，就把咱们这些感觉
全给整没了。看看多好玩儿！你说现在你看我还是我吗？我看你还是你吗？天天认钱的人不都是这样戴着一个木头眼镜吗？金钱的眼镜在活着吗？是不是啊？嘿嘿，很多人说了，王老师啊，虽然我戴这个眼镜活着，我走路也没卡跟头，我开车也没掉好高子去，请问你走的那条路那叫啥路啊？那不叫马路吗？那不是连畜生都能够走明白的路吗？有啥值得赞叹的？有啥值得赞叹的？不进壕沟子你就看明白了，任何一个人在钱眼里出不来，您不就是一个在道德的路上还是个盲人吗？这回知道了吧？知道啥了？布施的第一布施是啥？财布施。任何一个人要不把钱看淡了，啥叫看淡？不为自己挣钱，为觉悟众生的事业去赚钱。你不把它，你要没有这颗心，你还想修成？那你就去见阎爷爷去再说吧，是不是啊？就时刻时刻干啥？时刻有钱不是为自己有，为造福众生去做。时刻有权不是为自己有，为人民去服务，是不是啊？这个时候无论你在五伦的角色里干啥，您都是一个放下金钱充满智慧的露出智慧双眼的菩萨啦。看看太重要了啊，是不是？多重要啊！如果我们经常去做呢，时时处处这一生都要去造福人民呢，您不就到了阿弥陀佛的怀抱了吗？是不是？有的人说了，那人做坏事他也没啥恶报啊，有没有？看看，如果人不做好事，做坏事，做一件坏事，往这边走一次，做一次，往这边走一次，做一次，往这边走一次。是啊，是没到呢，没到幸福的源泉，祸患的根源呢。看看，没到是没到啊，危险了。原来的他距离这个佛多远？现在的他距离这个佛多远？饥饿之人祸随未到，福已远去了。这样的人，这叫走向黑暗。这样的人每一天开发的都是秉性，贪得无厌。这样的人
每一天都在走向光明。啥光明？放出道德之光，佛菩萨的光。哎，我们看他开发的都是天性佛性。看看人要是天天往黑暗里走，越走越黑，越走越黑，就像咱们走路似的，越走越黑，心里就在咂摸了，就在琢磨了，琢磨啥？哪块有亮啊？啊，琢磨来琢磨去，回头一看，哎呀妈呀，回头一看，这有佛光啊，这有道德之光啊，咋办？回头了。你能让他回头，这叫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看，这不就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吗？咋能回头？你有光明了，有摄受力了，你有德行了，他能听你的了，您不就回来了吗？他不就回来了吗？这多重要啊！哎，所以咱们在座的每一位修行的人，我们是在干啥？我们是在为更多的走向黑暗的人能够回头走向光明，我们在干什么？给他带来希望。哎，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大恶人，第一大恶人就像我这样的，属于啥？要是讲道，要是不行道，不是我行出来的我去讲，我那就是骗子。我要讲出来的都不是我体悟出来的，我就是江湖骗子，大骗子。这叫第一大恶人。知道第二大恶人是啥吗？听到了你要做不到。嘿嘿，第二大恶人。好，是吧？说想一想，这太重要了，是吧？太重要了。那么我们看，是吧？像我父亲、爷爷、太爷、祖太爷、曾祖太爷，一直到盘古这儿，这回我们知道了，任何一个姓氏都是顶天立地而来，所以任何一个姓氏都是无比的神圣。所以任何一个家族的男儿，你一定要捍卫你家族的神圣。在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时候，活得顶天立地，就是对你祖宗的最好回报，是吧？在这女的来干啥来了？我母亲上老王家来了，姥奶奶来了，姥姥来了，太奶太姥来了，是吧？他们来干啥来了？来要钱来了？来说了算来了？来给公公婆婆气受来了？这不都是现在女性干的事吗？哎，看啥来了？现在咱们去掉这个文字，把那个圈留下来，把连接线留下来，你看像啥？这女的穿梭到别的家去干啥呢？天下的女的
穿梭到别的家族去干啥呢？啊，不再织一个网吗？什么网？爱的网啊。哎，所以母亲，天下的女人是什么？是爱的天使。看，任何一个家族都有德。好了，你到人家家族来的时候，你不把你的血脉，把你的德也到了这个家族吗？和这个家族叠加的时候，和这个家族血脉相融的时候，你的德和人家家族的德，这不就成了厚德了吗？厚德，您不就给这个家族的未来带来光明，带来灿烂，带来希望吗？这个时候，您不就给这个家族又带来了，这叫德荫子孙吗？又带来了有道德、有智慧的儿孙来的。所以，女人是什么？是伟大道德的缔造者。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啥情况呢？啊，我们现在啥情况呢？往钱眼里钻，要命不？看，花个钱。现在这农村也好，城里也好，这男孩女孩要是结婚，没有几十万下不来。干啥呢？扒他爹皮呢呗，扒他妈皮呢呗。所以说现在这孩子，你记住，要彩礼要多的，这叫啥？透支自己的福报，这叫不孝，知道吗？你把你觉得是你父母给的，其实是啥？把自己的给透支了，把自己的福报给透支了。现在这孩子结了婚之后，有几个和气的？现在的离婚率达到了56%。一半以上离婚，啥原因？福报尽了，德行尽了，恶就来了。想一想，所以说这传统文化如果不能再传播，那就坏了。这年轻的一代，天天使劲的要彩礼，使劲的去享受，天天往钱眼里钻，你看是啥呀？哎，所以今天上午讲了，我们都在啥？给自己孩子，你给他准备钱，你给他准备车、准备房子，你在干啥呢？你都在帮倒忙，都在害他呢。哎，你觉得你是在喜欢他，多要命啊！你是以爱他的方式把他给捆住了。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你去观察吧，开心的很少。为啥呢？在这里捐着呢，往哪儿跑啊？说我的孩子是吧，必须是啊，旅行结婚，绝不大吵大办。为啥呀？你大吵大办那天，所有给你送钱来的人，老天不忘那几张，嘿嘿，老天给你往你的福报上几张，这叫透支。紧接着还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往哪儿跑啊？亘古不变的真理呀！我干啥？我要让孩子平安呢，
是吧？我的孩子在国外上学呢，他过一段回来，我就要跟他谈了。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你不挣钱了吗？挣的也不少，给我往回拿。为啥呀？我不要他，我要把这个再捐出去。我现在正建学校呢，捐给学校，是不是？捐给我这学校，是不是？干啥？把孩子的透支了的福报给他再收回来，然后再给他捐出去，这孩子不就有善功德了吗？一个孩子有德了，能没出息吗？看我是这么干，我不管别人，别人和我也没关系，是不是？我这属于想开了那会儿，哎，我孩子，你想开也得这么干，你想不开也得这么干。等你想开的时候这么干，来不及了，咋办？只要你这么干了，他现在想不开，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他一定能想开，那是结果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想不开，我们就不干利益他一生的事儿，对不对？你说我这个人，你们听我课干啥？神经病吗？咋了这？是吧？不神经病吗？不是神经病，只有这样才正常。为啥呀？不再这个冤冤相报了，不再轮回了。哎，谁呀？你的儿女啊，你都不知他是啥缘分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咋地我都不上当。哎，你做错事了我也不真生气，但是我要纠正你，用道的形式纠正你。你做了好事了，我也不是成天夸你，是不是？我要顺其自然。哎，可不能上当啊！不论是谁呀，都是表演呐。考试啊，你得啥呀？提高警惕。这就叫啥？我们圣贤说的话，诗里说的，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得用这颗心去修啊，才行啊。哎，那么战胜这一切的根儿在哪？你必须得有能量，要不你的心把握不住。而你的能量来源于啥？财布施、法布施和无为布施，别的招没有，不用想别的招。这多重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那么这颗心怎么能发出来呢？上午讲了，佛陀也告诉咱了，佛陀告诉了咱们最简单了八个字儿，看这些他都没有，他告诉咱八个字儿，这叫众生一体。嘿嘿，知道都是亲人了吧？知道都是一体了吧？咋办？同体大悲。上午讲了啥叫小悲，啥叫大悲。小悲对自己孩子，大悲是对天下的一切众生。我们对天下的一切众生都能生出怜悯之心、大悲之心。您是谁了？您不就是托底儿的菩萨了吗？啊，托底儿的佛了吗？啥叫托底儿？众生没做好的我都做，
我要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唤醒一切众生，是不是啊？这一方面谁做出了榜样？谁做出了榜样？释迦，释迦牟尼佛呀，他做的啥榜样？现实生活当中他做的啥榜样？是不是啊？在那个境界幽冥界谁做的榜样？地藏王菩萨。在现实生活当中谁做的榜样最突出？佛陀呀，释迦牟尼佛呀。咋做的？要饭，这叫要饭。叫啥？叫托底儿吗？叫托钵呀。佛缺饭吃吗？让家里人送呗。贵为王子，想吃啥吃呗。哎，他为啥要饭？为啥托钵？要饭托钵的时候，别人啥态度的不都得有吗？给你啥你不得吃啥吗？你像我们成天还说不吃肉，佛陀那个年代给你啥吃啥呀，是不是？他管别人要饭的那一瞬间，别人给他饭吃的那一时刻，这个人不就把舍的那颗心，怜悯的那颗心给开启了吗？这个时候这个人舍了饭，不就给自己种了福田吗？一个人没有福田搞啥成善呢？不成善搞啥有德呀？没有德哪有觉悟的智慧呀？你看看佛陀这一生都在托钵，都在要饭，他干着一件啥事儿？时刻为众生的觉悟去扎人的根呐！说句心里话，我当我把这些悟透的时候，我自己在那流眼泪，流啥眼泪？你说佛陀得慈悲到什么程度？啊！而我们那俩钱儿还放不下呢，还天天挂牌儿。我是学佛的，我是信基督的，哪个我的学佛的？想一想，佛陀能够让人走向觉悟之路，天天委屈着自己去要饭啊，而且委屈了一辈子，什么大慈大悲？这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吗？看看，哎，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陀的这个话呀，这是真理。我王洪奇现在为什么能够在全国各地讲课，一分钱不要，而且就是没有疲倦，什么原因？就是我总跟佛陀比。不像学佛，像佛学吗？像佛学不行，得向佛去习。学是啥？礼佛、拜佛、念佛，那叫学。干啥？
去做。只有经历了，才能体悟到佛的慈悲，又把这种慈悲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你还能跟谁过意不去呢？自然成了。出家的师父不容易修成在哪儿？这个居士天天不给创造这个机会，干啥？说师父要吃的吃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吃好的穿好的，你想想哪知道苦了？搞啥修啊？所以说现在有不少人出家干啥？享受去了，好车开着，好手机拿着，是不是？头些日子不还爆出一个吗？一个方丈去世了，那个存折就挺厚的，好几千万。这有啥？儿女来打官司来了，说这玩意应该是我爹的，是我们的，我们有继承权。你看看，你天天给师傅钱的人，你是干嘛呢？啊、哎，像这么厚，那么厚。那个存折的人，你就念多少句阿弥陀佛，有多少人送你，你也送不到西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修行啊，干啥？看住自己，看住自己。你像我这鞋，我最起码是亿万富翁吧，看我这鞋，这地方都烂了，我这里边都磨破了，皮子，我这个地方我以为买的是皮鞋呢，结果穿上才知道，它总往下掉那个线，我才知道是割的。你说300多块钱能买皮的吗？自己骗自己，是不是？为啥穿？看这根儿磨偏到什么程度了，我又打的掌。打的掌我还继续穿，头两天这膜开嘴了，张嘴了，我又买点胶又给它胶上。哎，说我去长这个鞋的时候，这个我那个司工队长看着了，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经理呀，你咋穿这鞋呢？给这破鞋扔呢，是吧？我去给你买双好的去。”我说：“鞋破了不怕，就怕成破鞋了。”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天天说学佛，学啥？佛陀的教导要记在心上。你天天念的经，你念啥呢？你天天说我念一遍经，那个经说啥了？你理解他的意思了吗？啊，你得按经的要求去做呀。我们这课倒好，把它擦了。我们这课倒好，啥呀？完成任务，是吧？把经念完的，一天一部经，早上起大早念。上功课呢，那就叫军事演习吗？演习呢，是不是？你要知道经是啥啊？经是啥呀？啊，经是工具。经是啥？经是药方。治啥的？治咱们贪
参差慢疑，这个病的。这个就好比啥？好比我们过河，我们过河需要啥？需要船。哎，过河就好比我们遇到的这件事儿，我们解读不了，解读不了，闷得慌。就好比是这样，是吧？过河的时候说需要船，知道吗？这佛经就好比咱过河需要的船。啊，你过河的时候坐在船上了，你要去执着船啊，执着它，你还能下来吗？下不来了吧？下不来了，您能上岸吗？上不来了，在苦海里呢，上不来了。这是一种方式，很多人执着于经典，是吧？天天念叨，其实你在哪里呢？你上不来岸。这叫执着于船，过河执着于船，上不了岸。还有的人啥情况？做得更糟糕，是啥？上岸了，上岸了，结果背着船走。好玩不？师傅在那乐，真的，是不是上岸了，背着船走，这叫更执着的人，这都是石头牛都拿不回来的那种人，要命不？哎，你看看那经典里说的内容是啥呀？啊？对照你在五轮当中哪些没做到，您做到不就完了吗？想一想。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天天早晨起来一部经典干啥呢？哎，执着传呢，然后天天想这部经典。有的人说了，就执着一部经典更有意思，就执着一个船，你哪管从这个船上那个船也行啊，他不对，嘿，就执着一个船，这叫一部经典念到底。还有的人啥情况？天天就是去干啥去了？去念经了，念阿弥陀佛了，啥都不干了。你不就是背着船走的人吗？这样的人得造多些，也很多，糟糕的很，糟糕的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念佛经的目的是要知道它的内容，根据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哪些疑难问题，佛陀咋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咋样去实行，这是最重要的。这块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是吧？经典文化不是让你天天念的，是按照它
天天做的。哦，看看，这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咱们此时此刻来解读一下啊，根据这个来解读它，看看这经到底是干啥的，是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看看道是啥呀？人活明白了，人找着道的时候做的事儿，急的都是德呀。道是啥？同体大悲呀，这不就是道吗？找到他了，你这个人这叫啥？知行合一了，这不就是一吗？这个境界吗？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先这块先了解到这块，我们从返回来往回推才能好理解。我们人是啥？我们人不是万物的载体吗？刚才讲了，我们不是万物之灵吗？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带度万物吗？嘿嘿，看看，那么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承载的万物干什么？我们去做，让天地人都能够去赞叹的事情。这不就叫把自己承载的万物的灵给他带渡到三界来了吗？天地人嘛，这个过程不就叫凝聚了，凝聚了天地万物的能量，达到这个境界吗？这叫天地人合一吗？再去凝聚，把天地人再去凝聚，凝聚到二。二是啥？我的知，我知道的和我所行到的，我的知行，这不是二吗？达到这种境地，这叫二。这种境地也叫阴阳啊，阴阳这种境地，如果再去凝聚这种力量，达到知行合一，这就厉害了。知行合一，不就找着道了吗？哎，那么我们找着道了，我们干啥？我们要把我们的能量干啥？给它散播出去。这就叫这个过程，不就叫弘法利生吗？把我们的知行统一了，什么阴阳相合了，把我们的知行又让天地动容尊重，又把这个能量散发到万物那里去，这个过程不就叫造福一切众生吗？所以说人修行的过程是啥？这回你看明白了吧？这叫由这个体往回修，修到这儿，
然后再用这个体，这样再把它散播出去。你修这个的时候，这都不叫功德无量，你修到这个的时候，这才是佛陀的境界。看看，你看我们的老子讲的《道德经》多好啊！哎，看看，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经典文化不是背的，不仅仅是背的，不仅仅是读的，是干啥的？是去做的。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纸吧？哎，我这有，是吧？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你上来给我把一下子话筒，是吧？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拜佛要磕头，是不是啊？拜圣贤都要磕头，内涵是啥呀？啊，咱们就像咱们现在，咱们现在心里没有障碍，就好比我们中间没有纸一样。如果我们心里有障碍了，那就好比你也看不懂我，我也看不懂你，虽然眼睛瞪眼睛看不懂，这个就像啥似的，这就像我们之间的障碍，像业障现前。那么我们之间的业障怎么能排出去呢？看看，就像咱现在，你也看不清我了，我也看不清你了，你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动，谁也看不清谁了。突然有一天我活明白了，咋的？都是一家人呢，都是亲人呢。佛陀教导咱了，都要同体大悲呀，咋办？低下来吧。看清楚没有？嘿嘿，又高了，又低了，又看清了。这叫啥？时时处处能低下来，能低下来，不就看清了吗？看清的这一瞬间，不计较了，不计较，包容了，咋的了？放下了，自在了。哎，可行不可？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为啥磕头啊？磕头的过程不就是低下来吗？啊，你把低下来这个劲儿用哪儿去？用在五轮椅，你是谁啦？哎，咱现在是啥？对假的能低，旁边身上喘气儿的低不了。你说你这练的什么功啊？自己骗自己呀，多耽误事儿啊！所以说，要把啥？磕头的那个劲儿，能低下来的那个过程，用在哪儿去？用在生活当中来，啊，跟任何一个人都能过得去，这叫啥？都能低下来。哎，想一想，这才叫学习佛陀的精神。是不是像不像？是吧？你想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弟子要杀给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说了，
跟弟子说的，你们别杀他，他是最可怜的人。那你要读圣经，你要能把这段给领会了。生结束最后咽气之前还说啥？对，给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死的人，让他在托生的人再说啥？放心，我回来第一个要度的就是你。学圣经干啥？不就是把这种精神领会来了吗？用在生活上吗？哪部经典不好啊？啊，谁能做到谁都成啊。多重要哦。所以千万千万的别搞军事演习，把搞军事演习的时间用在家里边身边的人炕头上那个喘气儿的好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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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出道德的光芒，佛光我们亮了，父母亮了，父母亮了，他父母亮了，他父母亮了，天下的父母亮了，这不叫光宗耀祖吗？再说一遍哦，因为咱们都是金口难开呀，是不是、啊、开一把哦，看看我们学习圣贤文化就是要领悟圣贤的教诲，把它落实到行动当中来，同体大悲，时刻能生出悲悯之心来，让我们的生命放射出道德的光芒。我们亮了，父母亮了，父母亮了，他父母亮了，他父母亮了，天下的父母亮了，这不叫光宗耀祖。哎呀，这回知道了吧？今天是你们最高兴呢，还是我最高兴呢？都高兴。你知道谁最高兴吗？老祖宗。哎，老祖宗最高兴。今天是母亲节吧？是。嘿嘿。谁最高兴？阿弥陀佛，这个伟大的母亲最高兴。哈哈哈是吧？好好想一想，说今天这日子不是特意查的，赶到这儿来的，但是今天确实是一个极其值得纪念的日子，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我们的老祖宗都看他的儿孙发光了，嘿嘿，他有救了，哈哈哈哈。就是我们爱自己的父母，二亲友的父母啊，二天下的父母啊。我们看一看，咱们把五轮给它展开，我们爱
自己的孩子，二亲友的孩子，二天下的孩子，是吧？再看，有的人做的相反，社会上不孝自己的父母，啊，危害亲友的父母，伤害天下的父母，伤害祖国，伤害党和人民，伤害天下的父母。我们看，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做得好，去鼓励他做得更好，这叫慈。孩子有了毛病，一定是我们存在问题，我们改正了，孩子就该好了。我们充满悲情，是我们耽误了孩子，所以孩子让我们生出了一颗悲心。当我们能够把这颗爱心延伸到亲友的孩子的时候，这颗慈悲心就发挥的比较大了，叫中度的慈悲。当能把这颗爱心延伸到天下的孩子的时候，这颗慈悲心就发挥到最大，叫大慈大悲。哎，大慈大悲。圣经里讲，爱自己孩子的人是人，爱别人孩子的人是神，爱天下孩子的人